然后表会这样，在12月18号在高雄，在这边一场呢，在台北一场，18号在高雄的博尔特区。因为我想要鼓励所有的人可以来听母语的演唱会，这样试试看呢，所以我先办了一场全部免费的，就18号在博尔，现在网络上还没这个消息呀，免费的哦，好吧，就是把那些哈韩哈日的朋友给他拉过来，好不好？我是演唱会的规格，要造型的哦，啊，新歌发表的，还有 dancer 哦。然后让他们先来听听看，这样先听听，这样我们先不要急着卖票。但因为也很感谢有很多大哥愿意赞助，这样，所以我有办法办这两场免费的演唱会，在高雄博尔18号的晚上，然后19号在台北的 Legacy， 希望可以爆满啊。然后我在想，如果爆满的话，我就加那个旋感的那种摄影机有没有？演唱会那种有没有？那轨道的摄影机有没有？之后出 DVD 一样，好吧？小电视那种小巨蛋的规格，这样试试看呢，这是一种新的尝试。我期待这样的事情有更多朋友知道，所以去找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不好意思让你们付钱哦。但其实你们今天还是会有成果，就等一下会摸彩啊。好，在摸彩之前，我先唱一首。好，会很期待摸彩吗？